还有，我发现，你要快没？快没电了。因为也做了半个多钟头了，它电慢慢下降。做这个真是很磨耐心的。所以你知道像做你这行的有多少人有在替这种老人在服务吗？一般都不愿意，年轻我当然比较年轻了。因为我一开始我妈妈中风的时候，我就去找了一个。很多年了。就是一个，我不是上次跟你说，那个我那个朋友骨癌吗？哎，九年了，哎，都没有好。结果听说有一个很厉害的，他去给他才做两次，他就感觉到这个脚有感觉了，所以一直给他做了一年。哎，然后整个完全不一样。哎，那他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他去看。然后呢，发现他们是一个团体。哎，他们是一个团体。那个老师，跟那些学生都有那联系，然后那个老师都会请。国外的，哦，类似的，哦，也是这种用手记的，手疗法的，各国的不同国家的，来台湾交流，那让他们看到，说除了老师教的，还有什么不同的做法，这样，所以他们的那个，工具很多，各式各样不同的工具，还有像磨的，哪一个地方需要一直弄有震动还是什么，金泽给西啦，他说因为他们一天，那个老师忙到从早到晚嘞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，你想要插进去，除非这个病人，这个患者，那个退出了，或者说老师认为说你不需要每个礼拜来了，那原来是一个礼拜来几次嘛，那后来就变成来几次，然后就是说有空出位置才会接新的。以前我打电话去。
还有，后来他连新电话他都不接了。行李修复了，现在还是那个没办法平衡。这条你的袋子哈，用我的袋子在，等一下别搞错了，把你的东西带回去。我也是发现我用那个你刚刚那个气血促进器的时候，啊，对，痛一下。有时候气血不通。哦。不通怎么痛？通怎么痛？痛怎么痛？对，老师，我是觉得他这个地方，这个大腿根部这个地方，是。是你要做这个吗？你看他的，是小睡，还是小睡觉？那老师，你的做的手法非常轻柔。那我看一下有没有做，我刚刚又忘记了。调一下镜头，谢谢。家里最亲的，你们可能照到奶奶的脸。有啊，漂亮的脸。可以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她想睡觉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看到她没有痛苦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侧边而已。啊，看能不能怎么样照的比较清楚他的脸。应该移动哦。不是，他可以拉高，那个镜头可以拉高，可以摇高，我想摇高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自己看一看。我忘记怎么从哪里摇高，从这里吗？这不是那些。这只可以摇高吗？我忘记，应该是可以的。这样可不可以？然后这里是吗？是不是这里？要照下吗？这样可以照下吗？那好多呀。你看看，你帮我看看，我可以照到奶奶的脸吗？他头是往这边的，可以照到奶奶脸。有。等一下，还要跟那林教授。这个讨教一下这个头吧，那头也是很僵硬，等一下我们再处理一下脖子。
上次你说我的脖子也是有颈椎也是有问题，等一下我们再就颈椎的部分也谈，也讲一下。老师，你的经验就是像我妈妈这样的话，这样帮她处理，大概她的承受度是多少时间？我基本上差不多一个半钟头，要不然就太久43分，因为我还要跟他做口腔，还要做，因为医生跟我说这个地方都要处理，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希望他可以重新吞咽，所以这边舌头都要处理。所以加起来就变成很长的时间，对不对？真的很辛苦。因为他一直都开颞颌关节啊，没有咬合力。对。之前我看到奶奶打哈欠，真的打很大。刚刚做这个很舒服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一做睡着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眼睛想睡觉，眼睛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下次我要带一个胶布来，把它贴着，因为这样动着不舒服。你有教过吗？雨晴，你看奶奶的眼睛都眯起来了。是吧？奶奶，你昨天晚上那个睡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跟你说，坐这个很舒服。因为晚上也有睡。我有睡。还好，我说上班。是上班的。上次去香港参加，他那个公司也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。上次去香港开会。
不是在做翻译吗？他是做工程师，做那个那是那家滤水公司。哦，我记得小倩你不是学日文的？不是，他是兴趣。哦，那日文不是还会日文吗？对啊。啊，我们好像才去北海道，一句日文都听不懂。我不小心碰到了，要怎么样？让他继续怎么样？继续。你看，睡着了。今天。你然后在哪里学？你然后在哪里学？没有在哪里学，就是有机会就够啊。我两个分享的住在那个台湾人的社区嘛，所以我从小是会讲。对呀，我还有台湾话的那个名字。嗯，还有那个阿芝麻。阿芝麻。嗯。妈妈跟爸爸站在那个中庭讲，阿芝麻跟他讲哦，我都没有听到，都是邻居的。爸爸妈妈说：“哎，你爸爸就跟你讲多了。”所以，我从小是讲。所以，我的哥哥，我两个哥哥比我大，他们的台语都讲得跟台湾人。那因为我是好学生了，学校说讲台语就要罚钱。哦，那我这怎么可能让人家罚钱啊？我们这种好学生就会就母刚的，所以就不讲。那男孩子就，对不对？老是管不住，所以他们还是继续在讲。那我们这种小孩就是，啊，老师怎么说就怎么样，所以就不讲。所以慢慢慢慢，我们就丧失了。真正的，你的是空。啊？你的是。所以我们就我们是那个加戏加戏就不敢讲，那我哥哥他们继续在讲，所以他们的台湾话跟台湾人是一样的，对，
我爸爸也是啊，我爸爸也是。我爸爸那时候我要结婚的时候啊，我先生说，他爸爸说我是外省，不娶外省女。结果我爸爸说，把他电话给我，我爸爸打电话，我爸爸打电话给我先给我公公，给亲家，跟他从头到尾用他话讲。讲完了这句话就没有了，就没有说哦，我们因为他们也是从闽南搬过来的，只不过比我们早点来。他不能沟通。他不能沟通。那你现在台湾人就是，他们早了。对，他们两百年前，我是在台湾出生的。对啊，出生的。但是我因为比较少在讲，所以就，但是我的发音啊什么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，对，是因为少讲的关系，那个底子在的。真正要讲也是会讲啦，但是吼，就是讲，是安尼。是他们这一代就不会。他妈妈是嘉义人，他爸爸妈妈都在嘉义。那我呢？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我讲台语了，因为他说看到我的脸就是外省的脸。不正常台语。但他现在比较会，现在偶尔会用台语跟我讲。所以我现在这个脸可能比较像台湾人。你会完全睡着。上一次也睡着了。没有，上次是我在下面坐的时候，是没有说一面坐一面睡着。换妹妹要放一分钟就要翻过来了。对。
健康。你做的实在好棒，因为这样子他还能睡。你看你做，他还能睡。有点不舒服哈。走。是我给他换，再换另外一个，下去分钟不要太长了。我准备给他做了。好。